赏赏赏，游泳，来过来，来抱大腿，游泳。这个院子呢，是我们去年冬天因为山上太冷了，然后我们下面重新找了一个新地方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我们把下面房间里面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但是现在这个地方特别大，有两层楼嘛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重新再把它规划，重新把它改造的漂亮一点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把下面这个后面一个后院给它收拾一下。这有一个破了的小缸，然后准备在这上面打三个眼，固定在这个木头上头。找了一些砖把这个木头卡住，然后固定这个缸。哎呀，哎呦，还记得这个盘子吧？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底下的水抽上来，从这儿流到这儿，再从这儿流到这儿。哎呀，好，没有卵。哎，八个眼都是爱你的形状。这边一个大的流水构架已经做好了，现在把这边做一个小池塘。感觉那个池子旁边需要一点鹅卵石，我看一下那儿咋样。哎，这个地方风景挺好的，石头也挺多的。还可以，就这儿吧。Thank you.
开水泵。嘿嘿嘿嘿嘿前天呢，上个视频受伤了，然后不能吃这个很辣的东西，然后还熬了一锅清淡一点的排骨汤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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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